串珠宝卡没错呀，这里有一只奥特曼的手伸进来了。我这个也没错呀，这个幼儿卡赛罗的手伸出去了呀，正好跟他们特征吻合。没错，但是手的颜色一样吗？这个伸进来的手是蓝红灰色，我这个手是纯蓝色，这不就错了吗？颜色都不一样，怎么对得上嘛？哦，看来邪恶迪迦的对应卡是另外的奥特曼呀。没错，所以你这得换。好，那我找手是蓝灰色的奥特曼。格里扎、摩羯帕、盖亚奥特曼、德凯奥特曼、赛罗奥特曼、杰德奥特曼，哎，戴拿，手是什么颜色的？是蓝灰色的吗？怎么说呢？颜色倒是对得上，而且它的另一边肯定还有一个奥特曼。那还得换，来，对拼卡合体，让你用力呀，用力呀，快对上了，对上了！不行啊，好像有股力量在阻止他们拼在一起啊！呀！哎呀，别拼了，别拼了，你们那个颜色不上呀！啊？不应该呀，颜色不都对上了吗？但是他刚才说了，有股力量阻止他们拼在一起。对，如果要是对得上的话。有这股阻力的，那就是还得再找了。没错，桑德尼亚斯、雷古洛斯奥特曼、葛雷特奥特曼、维克特利奥特曼、镜子骑士，哎，泽塔有没有可能跟你的邪恶迪迦是对拼卡？他手伸出去了没有？伸出去了。哎，你们可得谨慎。放心吧，试一下就知道。对拼卡合体，用力用力，快合上了，快合上了。呀呀呀！呀维克特利奥特曼、巴顿、基斯特龙、罗索奥特曼、机械迪洛斯、梦比优斯奥特曼，哎呦喂，这不迪迦吗？迪迦又怎么了？你们想啊，迪迦，邪恶迪迦，对拼卡，没错。那还等什么？来来来来来来，邪恶迪迦，迪迦，对拼卡合体。你对准一点嘛。我对准了，是你们对准。再来，对拼卡合体。你们俩在干什么？是他的对拼卡都不准呢。你少污蔑我。你没对准，你没对准好不好？